自从和梁洛施分手之后，李泽楷的感情生活相当丰富。最近，他被拍到和一高挑女郎同游曼谷，不仅旁若无人的在餐厅门口甜蜜拥吻，还在等着的间隙搂腰牵手。虽然看不清脸，但从神秘女郎的身形来看，这高挑苗条的样子和梁洛施倒是有几分相似的，真是流水的情人铁打的品味，爱来爱去都是那一款。娱乐新天地综合报道。